众所周知，军师联盟是从曹魏的角度切入，讲述了大军师司马懿跌打起伏的传奇一生，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后三国时代的故事。司马懿前期辅佐曹丕，与辅佐曹植的杨修斗，而杨修死于激烈后，曹丕登上王位后疑心太重，司马懿依然活得谨小慎微。这本是一部男人的剧，而剧中出现的四个女人甄宓、郭照、张春华和柏林君都备受质疑。甄宓虽是曹丕的原配，但从前却是袁熙的夫人，虽然美貌，但曹丕对她并没有太多的真感情，反而一直宠爱郭照。遗憾的是，郭照一生都没有自己的孩子。剧中司马懿是一个妻管严，妻子由刘涛饰演。曹丕登位后怀疑司马懿的忠心，于是将柏林君赐给司马懿做妾，实则监视他。柏林君开始只是奉命进入司马府，但通过朝夕相处就真的喜欢上了司马懿。在那个年代，男人纳妾本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是司马懿和张春华虽然打打闹闹，却也共同经历风雨，谁也离不开谁的。现代观众的一夫一妻平等制已经深入人心，所以柏林君一出场就被视作小三，加上他心机深沉，一副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的轻狂样子，三番四次的勾引司马懿，让观众实在喜欢不起来。但是事实上，剧中已经给司马懿美化了。历史上司马懿后期宠爱薄夫人，嫌弃年老色衰的张春华，更是直呼他为老东西，怎么不早点死。人无完人，司马懿虽足智多谋，平定多起叛乱，但身处那个男人妻妾成群的年代，谁能真的对糟糠之妻不离不弃呢？这世界很酷。